狗狗睡地板会着凉吗？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。狗狗睡地板一般不会着凉，对于炎热的夏季，狗狗睡地板呢反而会让狗狗更加的凉爽。但是对于抵抗力比较低比较弱的狗狗呢，或者幼犬而言，睡地板就可能让狗狗着凉。所以对于狗狗是否能睡地板取决于狗狗的身体状况，抵抗力较弱的狗狗呢就应该避免睡地板，并且加强狗狗的抵抗力。主人可以在平时饲养过程中呢做好疫苗的接种以及驱虫工作，同时呢也要均衡的让狗狗摄入营养，不可以暴饮暴食。在狗狗出现发情期、哺乳期、疫苗接种以及驱虫以后抵抗力降低的情况时呢，主人可以减少狗狗睡地板的频率，避免因为抵抗力降低而导致狗狗着凉。如果着凉了，主人可以做好狗狗的保暖工作，必须及时的就医。